学到，他应该有在练哦，对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在运动？有在运动。那有肌肉吗？哎，有肌肉。有要露给大家看？有机会看到吗？到时候有有啊有啊！什么机会？不会就是现在吧？不是现在，未来。哎，有可能会出写真集之类的。为什么？写真集？现在很多人在出写真集啊。有人露三点不露，然后你是走？对啊，也都没有啊，你是可以露两点 OK 啊？为什么不是问专辑？很 man 的那种。你知道吗？有啊有有，我都打算要出啦。哎呀，对啊，只是没有人要帮我发。这个笑而不答，对，我们就这样讲。这未来说不定有可能吧？对 ，MV 就会了。啊 ，MV 就会了。MV 就会啊！这个很精彩 ，MV 哦，要注意哦。没有，他都有在计划的啦。而且你知道吗？你像你旁边这位是领导。哎，还有。对。我吗？领导也没有了。你更好啊。来看看，就是有没有这里有一位男神，歌唱男神，又有肌肉，有没有新戏角色可以给他？这种哈，这种哈，就是他才华洋溢这种哈，要用这种演员来讲的话，其实是困难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工作太满。排到他这样一个排排排戏，过两三年都排排排排，你要敲他通告根本敲不到，对不对？说真的，而且你现在又有家庭，对不对？又有幸福，对啊。你有真心的想说，哎，比如说我有个什么不错的角色，我就去演演看，有这个打算吗？演戏吗？演戏演戏，嗯，演戏，好期待哦！有没有有机会吗？疯狂的角色或反派角色，还是帅气男神角色？有没有任何的？想不到是不是？还是导演你让他演自己呢？哎，对不对？又加演又加康斯坦丁哦，康斯坦丁给一个这么困难的，你想那么久，然后跟我说康斯坦丁，我这预算蛮高的哦，康斯坦丁预算算蛮高的。OK 啦 ，OK 啦，这个，哎，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，因为你演员哦，或者是歌手，到一阵子发展到一阵子之后，他就会想要转型，往别的方向去。对，重点是因为我们才刚才听歌，哎，刚刚是不是听错？我是说 MV 哦。哦，你说 MV 里面你有饰演这样康斯坦丁的角色？你刚刚说有没有机会？我说 MV 哦。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说 MV 里面有露点的状态吗？不是啊，你到底你我们在讲什么？你到底有没有在听？这个好外露啊！这个天哥问我说，这个有在练吗？对，我说有在运动，然后说有肌肉吗？我说有肌肉。对，有说有机会吗？我说有机会。对，然后我说 MV， 对不对？对对 ，OK。所以是在 MV 里面有，还但是还没拍，还没拍。啊，这样期待一下，我们应该可以先期待演唱会吧？对，先宣传一下。对，有没有宣传一下？什么时候演唱会？然后演唱会就可以露啦。演唱会？对，有。接下来的演唱会是有这个。啊，有四十，现在只剩四十秒，对对对，就是2023年会有又加了全世界的巡回演唱会，大家期待一下。巡回演唱会，然后这个，接下来就是也快要拍我的这个第一支 MV 了，第一支 MV， 第一支 MV， 期待。然后这个大概是这个样子。再次谢谢又加，好不好？期待你的新作品，新年好，谢谢大家，新年快乐。接下来也是一个好声音，而且是饶舌歌手，饶舌歌手，大家嗨起来，嗨起来了。